客家人是东方的犹太民族，迁徙而来呢，是客家人的特点。在故事啊，生存环境极为恶劣，社会也比较动乱。为了生存和发展，客家人习武成风，私底有债啊。客家人豪客善汉，小勇善战，乃至多重军，其用啊，格以百亿。而心爱此故流传的技术语，更是道出了客家人相互的精神。小爱兔，无爱人，老婆啊，唔是多随便。 但如果话个作用，学到学问无目的听落嚟，学到点啊个？目的都冇唔得卡咯，因为卡落个收你咧，因为以前放心，即系咁讲。学功夫啲放心咧，哎呦，嘢学功夫，我而家先定下咧，你唔合道理啊，仲系系嘛？一笔符条上嗰种时度，系咪用二三两种而家几耐啲嘢唔同啵？嗰时度系发咗先系得三年嘅，嗰时度系嘛？ 在广东省内，每一客家地区流传比较广的有朱家教、钟家教、李家教、刁家教、岳家教、廖凤山琴派、昆仑琴派、廖面琴派等八大流派，其中朱、钟、李、廖四家，凶猛刚健，普法前设；而刁、岳、昆仑、廖面四家，广谣相知。 即系烈大烈防烧啊，非常严密，修法系神之。当然就系太铁嘅风格，其实各家各派皆有其精妙之处。在几百年嘅流传交流中啊，形成了固朴适用嘅共同特点。我哋福州嘅客家功夫啊，彻底都是嘅系从广东传过来嘅，可以讲系同梅州自己客家功夫一脉相承嘅。大家无以为呢一套拳法啦，效果要。 事实上啊，大拳系相当屈力处嘅，呢二套拳法啦，稍稍所谓三件嘢嘅。物嘅名话嘅啊，东拧三脚，下拧三腹啊。客家天气各派功夫啊，讲究系马步直切，而通速突脚，脚法以瘦、残、紧、靠、定切为主，主攻下散路，步法多为小马步、小弓步、半马步，非常灵活，准备啦，非常之夹。 步法以剑铺、点铺、锤铺为主，脚掌啊唔离铁，修随脚趾，先发寸劲。拳法通作固朴适用，越走越实，越攻越防。套路断小战汉，体势万战。喺世界上以棍、铁叉、松刀、长钉、爬头和太刀为主。 唔少拎物鸡功夫而拎上几千年物鸡鱼出嚟咯，冇同嘅冇呀呀拎嘅喎，嗰个年头做工一，我头都拎功夫，有时冇呀，以前嘅人个颈池要一毛毛做嘅啫，做乜年头出去做工，做康做康啊，埋啲人识啊都见到银行波啊做啥做啥啥，一回就嚟拎工啊，好酷嘅啦，我功夫而家经过开嚟，一骨头敲下来嘅。民间风嘅事啊，社会比较通乱。 佢隔年胎啊，会亦只有拎上以前校功夫，真能够自爆，真能够报复啊！活卡人，佢嗰时啊，佢乌干呢唔啲结朵，当时教功夫嘅师傅要入同业嘅前后，响做搞大事。麦鸡喺度搞大事呢，嘿，见阿后生仔摊出来啦，系比较善写啲嘅。事实在街坊以前来讲呢，校长惊嘅，而系仲接入来嘅。
顾名思义就是高功夫的拳师啦。以前我的老佛爷呢就有好多出名的高大师的，比如说啊，我同的周杀贵、连同的刘阿强、石禄神等等，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了。好，下半我的话就同大家讲一下，了解一下高大师啦。去见啊，白布奇、连同战、连同蠢、停线狗王，我哋前头一位七七六岁的狗老白。夹公呢，以前就系连同有名嘅狗大师狗迪耀咯。当然夹公佢干小徒啊，隔篱村差唔知几多年曾经是教功夫喎。教学嘅学见人以后呢，从狗来先啦。狗来先系咩？一个广东人啊，一个广东人，一出嚟想个狗过嚟啊。哦，好好识嘅。武术馆嘅，而家少好多有武术馆嘅，主要要听唔老咯，都系切白书皮衰冇得咯，所以麦鸡佢咧，我供养我哋咯，麦鸡佢咧教我供养。以后呢，我嚟想事业以后呢，我供出来搞馆啊，搞武术馆。以后师傅来拆馆啊，你一眼土听，你干出来搞馆，你冇通过埋。拆干这个，你那个唔好呢？因为阿公以前要记得师傅要从别生呀。佢哋讲句话，师傅，你的师傅爱记得师傅的痛，师傅的怨，你冇应该样子啊！你广东做人情还是爱情还是，晓唔得？冇同我人同意，虽然你同高老生靓你出边，我就唔同意你试过。你那爱好，问你的修成，那爱唔好，你都这样。刚刚讲冇办法，我黑眼子就冇拜土地咯。结果有师傅需要好多个人哦。结果跟我讲撩到了，看到三叔的中广东啊，跟我讲后悔辈子，到来了你不会讲好多。个土地大师傅切毛用过呢，咁逼到冇办法呢。一只一两啊，只要是两次啊。一只罐。一只要是两次。一只轮咯，轮咯。冇错呀，每个场地都系这个。先问到罐你。好多家畜啊，都属于自家一套祖传的功夫。在 Q 时啊，武功多数系传男不传女，传女不传外。你用爆笑的做法呢？抄上好多功夫的失传，事过境迁，客家前辈为我哋创造总结互联的一支奇葩，而家创办的武馆呢，更加打破一只传统，就想穿插传授武艺，讲究的轻盈的品性，而唔考虑的相似以及内外的关系，为弘扬总结功夫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功夫一共叫做武德啊！超嘅，我公车强调，你个烂地条，几多钱你冇去搞？哦，唔要那有只嘅就好用嘅，所以我从来我唔去搞，我卡人可以。好多在见客人看来，确实不可思议嘅功夫施展，在客人眼中来讲啊，系相当普遍嘅。虽然经过大家传来传去啊，难免会有夸张嘅成分。但也说明介时的人啊，确实是武功较强的。冇你冇介有介时，即简单我开大门，你多只，有力你拎出力咯，你打我三拳冇要紧啊，我顶一下你你就怕冇。所以货界就冇学过，加了两个经验嘅，是了呢，因为加练了也有得有两下子呀，还要用用冇咯。我吃师傅牌了，孟天，师傅，我吃两下先，你吃过，你个三针你搞咗了，我吃。你要有运用哦，需要有门中这种矮细的噶。哦，给考过师傅了，你看师傅有没有？考过了哦。你看过你那个，你修几条好厉害的，有木有你打几条？那长度都没来来，嗯，两眼人家敢赔了，我忘了，你吃下子，下面那放那个电脑发的。哪有人都能去传贴出来，都三百龙骨就忙出来出来出来，像新龙来了。除了修捷南家以外呢，既讲加了李亚前辈在以前呢，一只十几斤的铁球放在杜匹上面啦，
用刀把皮一弹，嘿嘿，可以弹到十几米耶。所以见啦，就算啦，封一只鸡串在刀拍啦，你能够弹得出一米的烟，你都唔得了啦。你讲九五六前辈啊，功夫真系十岁嘅年华，冇得弹咯。差不多准那旁边人家来看了，人家有搞笑的，像长期准那人啊，哎，那准人家不得呀。去闹市烂同事啊，流传有只固定，只为只老人家见啊去连同公交车，我为卖戒指玉，还要打功夫的。两个脚啊，轻轻一竖，就上了一层楼人高。唯一唔到诶，就会踩烂几块牙。有事情啊，佢当时烂红丝啊，都蛮多年都看到嘅。前面我哋讲嘅练武嘅人呢，讲嘅系武德年头。从很多有功夫有出走嘅师傅啊，看起来啊，好像冇乜嘅看得顺眼。但系啊，其实佢两下子唔杀本而看啊，嘿，你都蛮跌动嘅。功夫呢系用来防身嘅。冇到不得已的时候啊，人都绝对唔会出手嘅。好多师傅啊，都要好高深嘅武德嘅喎。但系啊，人都请求冇人嘅一货喎。实际软唔可软嘅时候呢，其他嘅两杀将士啊，都会容易停亡嘅。八仙人都请啊，佢刘火人要系相当出名嘅搞大师，武德啊非常好，然啊一相当嘅老实。有日呢，佢哋师阿兰同事卖琵琶咯。一个客人啊，看到佢硬流舌，后卡，就拿个琵琶吐来吐去，那是一只啊嫩烂只，嫩一只又嫩个一只，就算脾气再好啊，也被人压一火咯。后尾啊，佢干脆转过身去，我个摊位不每个位啊上别个字啊，用手啊七只抽出一块砖头来问佢，你叫硬毛？结果啊，家伙啊，看到面都夹墙，就人。你个搞大事啊！只系我都认同林医师嘅刘先生啦。讲出呢个名字呢，有啲年纪嘅人呢，都抵得嘅。嘿，我本人系林医师人，我从细呢都识得刘先生先生。嘿，基层本人讲啊，佢以前啊一条担杆，一条小剑，哈，可以打十几两十万人。佢嘅功夫啊，唔单好啊，武德也相当唔错啊，一套客家十八拳啊，打死啊！像啊！搿刘先生是问人家哪打哪？人家熟个，人家熟呀。但讲搿功夫好厉害个呀！现在还是哦，还搞大事。搞大事。哦，你曾经开过馆啊？开馆啦。哦，你好多徒弟？多咯，杂菜油，对伐？马鞍油、软筋油。你是打拳还是打棍呢？拳棍也有个。你讲啥啊？刘师傅啊，武功好。可以喎呀！可以啊，當然可以啊！佢咁講咧，佢有啲咩？佢可以二代少少啊，天然咯。啊，天然。正常咧，呢種別少康嘅功夫，有時都要天然。就係一咁講，正常。但係武德係冇錯嘅喎。冇錯嘅，佢係冇錯嘅。但係你自己呢套功夫又冇少開二萬雞呵？二萬開雞咧，都話連大輝嘅啫嘛，其實喺面度嚟攞條針嚇。其實踢大鬱行呢啲可以。哦，要踢大鬱嘅。踢大鬱咪見得㗎，以前冇用嘅，上面上去搏骨啊，其實搏骨咧。哦。而家你聽咧，而家針後嘅針唔後嘅針廢啦，都唔會針，而家唔夠針啊。跟油燒嗰啲東西嘛，又嗰四。一四二咩？看得看某地方嘅，定系头又样两毛嘅话，某地方嘅你乜嘅只能停出来啦。做咩打起一停停，转落去头度又来咗佢啦。叫阿英子，阿叫阿英，即系加啲阿英出嚟，你都嘅，加拉系可以嘅。在临潼年轻时一片辽阔啊，好多功夫都系刘先生传下来嘅。见到你阿刘先生嘅妻子啊，七七四岁咯。莫看老老子不有啲大，当然啊，继续搞嘅功夫，见得打上心来啊，威风啊，一不敢当然啊。
就从过去来讲啊，有打石子的地方啊，肯定有打功夫的。从我们所采访过的湘西家族啊，基本上都有这样的情况的。其实啊，我们所讲的出石，所以以前客家人领悟啊当中就两种不同的含义啊。这教功夫中啊，有石打手。嗯，没错啊。你跟着练，从来了到练了三年至四年，我十岁开始练，给人家讲。练的第四年冬啊，将出狮子，他老阿伯啊，你那个辈都走球了，没得了。是练功夫在练狮子。有没练几年出去，你打了好看也好，更笑哎。起码练上几年啊，你用用你这样这样打人家，人家样看人家的，哎，这样开始啊，你输了蛮输，你怎么搞啊？我一毛的钱也打也不好看，好。哎呀，应该来说呀，给你。今年一年年有四年就狮子了，你放心吧。刘社工以前打他，是后来练给他。哎，对了对了对了，还有还两条短的棍，对棍走啊。哦。一条长的吗？嗯，一两对练的样的。对练的。时过境迁，以前老一辈的高大师啊，走的走，死的死了，好多功夫啊的套路啊，同个切招啊，今年啊好不容易全部到的了。不过在我的福州啊。民间确实还有好多的高手，在这个世界啊也广为流传啦。在这个客家功夫体系啊，去介绍个总体的情况嘅。下期我哋继续同大家讲下子更多更精彩嘅客家功夫同典故。每只礼拜二嘅六点半啊，请准时收看客家栏目。我哋话下期再见啦。客人天下，四海一家，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客家功夫系列节目。上期节目啊，我就带大家见识了福州的客家功夫了，相信大家对客家功夫都有了初步的印象了。正所谓讲呀，外行看热闹，
每行都看门套了吗？你去俺的工人马街呢，俺就出来讲讲富州客家功夫的奥妙了。我讲奥妙啊，嘿嘿，就讲得多啦。首先讲问一趟啦，其实俺阿文姑呢，也是一只狗打死来的哦。嘿嘿，你不信啦、啊？当然，你也是开个玩笑啦。其实像俺用的山东有些人搞，嘿嘿，慢慢个料子的。你冇讲么？就像俺用的身材呀、啊，也有狗打死的不？看起来是不像俺，事实上啊，真是要砍掉的呢。客家功夫有功头了。总的古代武术向来有南拳北腿之分，风格不同，各有特点。福州出名的武师蒋匡美讲，福州地区的功夫总体流派上讲呢，是属于南派武术，断桥春剑、曲腹前马、迅捷剑鞘，是南派武术的共同特点。基本人呢，就是福州的四太家之一。像你讲有四太家哦，那四太家呢？蒋百面，嗯，蒋南锦，蒋南锦，哦，还有只上来了，一两位同。以前福州地区的功夫是有土客之分的，客家师傅大部分练的是十八掌，属于高马拳；本地师傅练的功夫呢，就大多数是属于矮马拳式的。按照通俗的讲的，稍微讲的，叫矮马拳，叫高马拳。其他一条，其他其他的老百姓，按照用通俗的语言来讲，但是中国功夫呢，天下功夫的出少林。各家各派都从少林寺出来的，客家的师傅给他全部大部分练的就会十八掌。啊，那十八掌。哦，那像跟他出名的以前哦，所以我堂的赵一辉，啊，他搞出的那十八掌。像跟他那的公本的上了，给他一下少林的啦。所以讲，方言的不讲，就矮马。矮马。家里都属于高马，给他起用了个高的字，公正部，晓得吧？就是高马拳，十八掌是福州客家最具有代表性的功夫套路，所以大部分客家村差里边啊都认晓得嘅。看起来呢好像是一样的套路，但实际打上起来啊变化无穷，招式啊连发多变，只不过佢练的时候呢只想嘅功夫套路而已。内行人看啊奥妙无穷啊。其实佢哋一嚟种功夫系要研究嘅，即系佢。少林罗汉十八掌里边的其中一只变出来，不过佢哋整间嘅整间出来教，纯粹嗌啲佛教嘅嗰十八掌套路，而系只品牌。你即做运用方面嘅话呢，佢可以每走每时有很多嘅变化，系嘛？佢出个掌法里边，佢可以变出每走可以变出十八掌出来。啊，佢练嘅时候，佢可以拿嚟套路品牌。去做那十八掌动作来做上只套路。钟师傅讲啊，老几推之前的人呢，福州的功夫啊有土客同门户之分嘅。到了这里配人呢，福州的功夫就唔再分乜嘅本地人同客家人嘅啦，门户之分呢，也消除咗啦。除了时代的变化系啊，到哪里推咧？从十七岁开始就可以搞了，挨咗打开入门户，冇人嘅分土客。冇人叫讲哦，客家嘅要派要讲你领教嘛，客家人唱戏都唔知教，冇可能。应该把战争咧作为中华民族嘅文化基础，所以我从十八岁我哋唱同平舞教，冇分佢客家后本地后，反正我哋福州嘅文化做基础，做拖到传下去，我哋从老前辈接落。在老福音、桂良、巩辉、莲塘、科解、鹅塘等地嘅民众咧。都猛地行练武的，出了好多有名的高大师，这些功夫啊都流传下来。可以讲啊，当时基本上每日春菜都有功夫的。比较有印象的嘅，张富照那种啊，诶，张百面、张兰长，啊，梁惠堂，还有嗰班呢，就见啦，鹅堂嘅赵石辉，啊，灵堂嗰边嘅苏鲁神。刘先生，功夫嗰边呢，就魏华生，人家喊佢魏嘴子，啊，呢个嘅杨家嗰阵呢，即系杨振光，啊，吴朝生，佢哋即系自传，系嘛？而有啲咁
捞捞成杯嘅要咗捞嘅泥冇跌啦，系嘛？只讲呢个蠢多啲啊，所以灵堂嗰班呢，除咗教功夫嘅，呢讲嘅教极草嗰条啊，啊，还有个个遮风池嗰条啊，佢少少教咗嘅。除佛教，功夫和大师子系分开嘅。张师傅讲啊，佛教大部分的石头年头呢，会追溯到南派少林。由南派少林传到广东后，再从广东传到佛教，好多高大师在教功夫为主的同时啊，一个大师子，像南秦教太师，苏鲁神教水师等等。一路来啊，大师子的人啊，都有两下子的，经常出去大师子以后就表演功夫了。今天唔讲就唔得了啦，我的佛教啊，可以算是一个武术之乡啊。讲到武术之同嘅功夫嘅关系呢，我哋先到黄庭下前屋咧看下事情啦。在旧时啊，下前伏呢就经常受到古柏山客体的打枪。在家祠堂嗰边啊，系种有防盗网嘅。呢防盗网呢系以前留下嘅咯。为了自保啊，乾棍功夫夹到出靓油。张南前呢就曾经到入位搞过石头，所以讲啊，搞个石头啊系有功夫嘅。虽然今日后生仔呢某天全部都夹走当年的功夫，但系呢传统呢还系保留下来。哎，还要搞，大家又想起来，又搞，你甭拿出来。你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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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术是确实啊，系有讲究嘅。点样讲啊？因为主要就系啊，以娱乐功能、教育功能、强身健体，推推上上。不过在以前呢，就是武术是啊，系要有啲功夫才得嘅喎。而且系为了预防出现某个骨卡啊、某个麻烦事。另外一家就系为了表演啦。以前啊，就系武术是啊，以后啊，将来表演功夫嘅，从大闸棚啊、某个东西啊。嘿，好多年的经过嚟噶啦。Thank you.
王庭下前一位啊，曾经出过一只猛啲打敌嘅狗大师妙智慧，因为武功较强，所以讲啊，每人感到下前村嘅打枪，见传了好多徒弟。上期我哋讲到嘅刘新祥，就是妙智慧嘅徒弟啦。高手徒弟有刘强、蔡阿顺、妙智慧，传下嘅头徒，很多蔡阿顺，今日。在做啥的时候有几十万人按来打击，结果呢本蔡阿顺一条棍子打派给几十万人一次给给人没得给所以呢打破以后呢廖子辉就好出名了。以前呢在古蒲山来一只盾弹这个爱情上来就下全部的前少府给他爱三千个，但不呢？有得人讲廖子辉的亲戚啵，但不呢？个土匪呢就唔敢来，个盾弹的小将士就唔敢爱挨啲少府叔公呢搞成啦。所以呢，廖子辉喺挨了包挨了二十村的平安的受邀的一个人物，共刀共斧啊！确实是好多传奇色彩的，好多刘一辈的狗大师的故事啊，也不用多讲了。今日话大部分啊已经人唔在世了，嗱你出来本睇下介绍一下后生一辈的狗大师啦。除人同龙物啊，就有一只赵凤池，赵师傅啊也是一只很有名的拳师嘅噃，同总控委啊总师傅可以讲系同一年代嘅。赵凤池呢系客家人。以前啊，系只有名嘅狗大师，佢个棍搞个徒弟，而最得意嘅套功夫啊，叫做逆八跑技拳。连逆八跑技拳啊，系赵师傅嘅得意功夫啦。冇急，我哋慢慢来讲啦。赵师傅生来高而两爪，十八掌啦。十八掌呢，你有啲铜，有木铜，木铜，即等于个咧，小铜嘛，即讲。小桃你变得好长，得长啲，变长啲。好似八掌变成多到位置。啊，小八掌嘅，哎，扎埋好似，啪就掟打上去，呀，啪打啲呀，咁咪推个一推咁样就咪落，哎，撩下先，咁咪就话。撩下先，咁咪嘅，咁咪啲嘢都冇落落，一掟打，一打先，等于板掌，板掌，板掌，打翻板掌，哎，板掌，哎。好所以阿功夫，所以后生阿咪讲，入开，阿讲好多钱阿功夫一开，你放个跳拿刀猛放得，正方形放，正方形脚刀，样下下弦，第二放下弦，但系我做脚刀样近近声，阿功阿声样样，阿功夫，呢个跑之前呢，系咪？呢把跑之前呢威力啊，好大嘅喎，周师傅啊都曾经用过佢刺包，当时嘅情况啊，佢本人啊，还记得清清楚楚。当时那个时候呢，小偷小摸好多嘛，七六年人所录嘛，买整个货源整整个食啊，我准买八条茶票。是啊，强人不发现你。哎，不管发现你了，不管发现你干嘛呢？左边呢，喊大哥叫你切，你就过来了，好吧？嗯，三年算好了，好吧？他就在两三家，哎，把这个大给你们要给，讲法都唔同的了啵，到时啵，是不是跟大跟大那个十五家打了十八家？哦，你这你打十八家？嗯，本身自己唔跌十八家。上期挨到在灵堂看到嘅就七十四岁嘅老师傅啊，表面上呢，你看唔出佢啊，系一有功夫嘅人嘅喎。大上心来啊，嘿，好好上啊！像咁样嘅人呢，
一般唔讲太话唔吹牛皮嘅，但实际上你中意啊，真系搞笑啊！赵师傅一打就打出名堂来了。佛教客家功夫的宗旨就是自保，实在用唔到的时候将出手。学会武术后，实套后，仲可以攻击一下武敌，系嘛？武敌的套皮，用武敌，即系你学会武术，你冇用力，个武敌就讲乜咧？就是乱搞什么，惊人一打，系嘛？四万四人打，半个万人打，陈夫人也打。同你平高谈太高都，你都唔能去，嗰啲话包夹嘅，跟后啲嗰啲话十年翻嚟，你唔知难啊！啊，做咩学嘢都唔咩，冇懂武德，学功夫学唔到嘅功夫片啊，我哋看得多啦，武打小说咧，一看得唔少啊。最神奇嘅武功应该孙脉啊，岩性强功啦，包括阿门古才女啊，太假都想比一下子，岩性同强功到底？有唔有呢？听赵师傅来讲下是先啦。俺那个唔懂，但那个俺冇去做过事。初学俺初学俺就说，阿弥陀佛，不了俺去看，俺到净土里头俺不用去，俺不要。你但马学好不用去。一个也要的，唔讲识的功法也要。要，并唔系个矛盾。不过多数即讲欢迎，我讲初学就做，至于讲到强功啊，就唔想听人讲硬神化咯。所谓强攻，即系锻炼一个人的弹跳力，也要天方法嘅。强攻就即系讲用弹跳，基本功就弹跳，弹跳力，修身嘛就是平衡，咪就扛嘛，为扛五十公分啊，那可能人体啊，那都有人搞啊，都会轻啲嘅。做到七八十公分后就识舞咯，只能百三十公分啦，就有你先咯，跳下先。一缩脚跳上来，这腿这土面起啊，都是个扛面起了。一脚你就把过一层，跳了，还不跳十米就跳空了。慢慢过，慢慢过，哪怕过一米就跳空，这个样。练习一下弹跳基本功，就这样好。练武功多年了，这师傅啊，就忙里中意请个切磋下子嘅，交流下经验。日时间啊，到今啊，都闲气咁样子嘅。也有用交流，一提交就解嘅方法。即推表，你都唔照以前讲唔照上落工厂嗰度地铺嘛？所以慢慢铺咯，冇办法。挨到死，正讲冇阿娘生，冇阿冇唔排天有嘢，挨到死嘅都同变。进步咪靠功夫咯。可以进步嘛？其实好多啊，有名嘅高大师啊，都相当中意啊，潜人切磋功夫嘅，而且喺私下自己家嘅武功水平，人家就喺切磋当中啊，去百家之长。看提高了，但是啊，在我哋所采访的高大师当中啊，有就系共同特点嘅，就系相当讲究武德。学武唔系为了好斗争斗，而系为了强身健体、防身自保啊。好，呢期客家节目啊，就讲到为止啦。下期节目我哋会详细同大家介绍一下关于高大师开馆修徒嘅具体情况嘅，还有啊更多更精彩嘅客家功夫。请大家准时收看啦！继续关注我哋客家栏目，我哋下期再见啦！愿天下四海一家，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客家栏目又同大家见面啦，我是主持人阿文古。在前几个星期的客家功夫系列节目播出以后呢，好多观众朋友啊都打电话来讲，还蛮看叫热喎。唔好紧，今期我哋话继续接续同大家讲，介绍一下精彩又好看的功夫啦。讲到福州的各种武术啊。基本上是从南修林传过来的，同样一套拳法，建立了其他多年的演习，因为每个人对功夫招数的理解不一样的，从中加入自己的拳术的理解，因人而异。以原始的功夫套路为蓝本，创出非常具有个人和家族色彩的拳法，从而发展到现代武术百家争鸣的现象。
出灵堂龙牙村，那里传到街子搞事后人，据讲当年啊，叫你去拜搞地有为师嘅，你同意只师傅搞出来嘅秘诀拳法，到了今下就冇一样啦。先离开拳法学面呢，后来呢，客家人在前辈拳师的技术上啦，也系在拳法套路上不断创新，保留精华，还发展要新的爪术。先离开这个以前的老离开啊，那要那搞得一个孙子，还有那孙子。啊！其实给我讲，讲过一个过，过新离开了。你们过嘞？以前那个修路的，啊，这个慢吞，啊，今天过这个旧的大那个，把你们个卡个时候啊，啊，你旧的大落去，这个新离开，啊，安样子套理。有了动作变化，动作用的，客家拳法啦，猛力冲刺对功力的修炼呀。所以有年前客家拳是硬拱拳，其中前呢有山不可移，秀硬有踢不可动啊。而我在龙牙采访的一家七十九岁的老爸，家的这新硬功夫啊，是没得谈的。我在看过大功夫的师傅当中啊，家的年纪是最大的了。虽然说见他的脚啊，是没得防骗的，但是秀冲的功夫啊，嘿，还蛮的厉害的啊。初头开始哭字头啊，时候咧，晓得蹲蹲面，哦，诶，蹲面，啊，蹲面就蹲骨，蹲骨蹲啥，哦，蹲啥嘅话，以后嘅话咧，成日咁食啊，嚟嚟食，咁我随便用，用食一啲都唔要紧嘅，哦，诶，吓，自己冇去冇冇去食嘅咯，初初年蹲去食你嘅话咧，我肉就苦啊嚟嘅，哦，三日又可以掉。高老师傅的拳，嘿，的确很厉害。但是当年练功的时候啊，真的好辛苦。好多客家师傅都讲，功夫一旦学上心来，天天是练到老。如果你冇心想啊，练你都冇是练嘛。开始练的话咧，就九成就好练九成，啊，十三胎，十三胎，哎，啊，从的话咧，四两块啊好。一个大奉行的广东师傅，就传出的话咧，先来了高上一层，要高雷神，高雷神是高得要，但因为在这个天庙是属于高马，离开的属于矮马，这样，表修的是好修个白的，这样因为修个发的，那表修拿下来的时候，来就你中间来的，就不能这样，这个就好修个发的。放上来放看来啊，我们要真功夫啊，不是很容易开始的，我上东西的苦啊。前几期呢，我们客家功夫系列节目播出以后啊，
要观众朋友看到啊，功夫杨家一百人八千的时候呢，街只拳法打得啊，系冇得弹嘅，师傅老干啊，啥啥都讲问看叫现喎。好，点前嚟你话再采访杨家相信人家啦，在本太家看看杨家嘅拳法同棍法，太饱眼福啦。功夫呢，这个我说话，原来呢，阿呢一广东啊，就在广东里啊，喺阿阿自家自修，以前来聊下啦，聊下你都白人白得几高啊，主要是管那只高人与帮人啊，这个家都猛话猛猛挨得个咧，挨得高太啲，搞到九百零八咯，九百零八你见到几进下广东去哩，你见到这个挨你你都挨你挨你搞啊，这样。我还是八百零八，八零八强。嗯，知道。我也要三四支啊。共屋嘅就功夫杨生嘅功夫啊，超唔得唔提以前嘅呢个杨生，所以呼召上中全名嘅就高大师啦。要闪嘅观众可能会记得，所以挨到假速相思师呢节目嘅前拍门之中呢，曾经提到一只名言，化名喊做啊高花条，呢一言相当中意嘅，叫后狗嘅无敌展示。嗱，你话出来摊下自身啦。教花条唔单止功夫坑喎，教个孝道徒弟嘅。所以以前呢，我大包拨片也系出点名嘅。六耳珠言，佢依个啊系很有名望嘅教大师啦。依系中山嚟，中山啊嘛呢，有扎你来公司，就本家你把个相个细嘢啊，结果喺边嘢招出来，招出来之前呢，谂住你好似招出来，我大只大叶啊。今日就拉叫出嚟炒我去，结果送去再进中山上去。但中山呢，以后你就冇你坚持冇讲啦。叫我交落去试下仕途啊！而来到人交到唔知几惨啊，是吧？哎，要紧命，而冇得你嘅，而冇得你嘅 N 波啊，又冇 N 波落 N 啊，佢就死嘅咯。所以只因讲到说话，阿先生话你通知，即讲来到好交啊咯。中山都可以炒来咩？哦，佢试下仕途咩？即讲武德。系啦系啦，就一只呢个大波片，一只先讲只样。成日听人王飞鸿上先睇下啲看歌啦，所以剑客来讲啊，佢广东行爆料要死亡斩巴一只坚持植物嘅，你啊喺上党要共赴广大嘅，共赴杨生人家也派有人啊参加啦，所以啊，嗱你话博嘅你话棒枪有名啦，为科酒啊死一街争得一分容易，所以以前来讲要死堆嘅地方超要共赴嘅，两只方面联系喺上党见面嘅。但是在检视检验你知话是慢慢的实用的了。但是有一点，凡是有死亡俗称清朝时也就是碎石出现的地方，必然要功夫传下，加那个石子打得是猛的好看的。我来比较石子的修身还比较清朝时还拿到老子宫的才广东学上来得一遗留下来传下来到今啊有一百八十多年了。他前两年呢，就是他前两年九七年啊，我都有看到有学长李总，李总相识，还有到佛山那边买进来，我都今天都在伺候啊，都没听过有师傅来教过，都在我都伺候啊。因为以前我都经常演员、逢演都全部去大棚啊，大棚都要去行啊。够菜去拜年啊！你家
你家的风也是这种代表的，哎，在有意吉祥，它是有意吉祥的来风是。你武术呢？还练腿表，你练家族，对，有个那武术，武术来象征，这练武术这腿表练，武术来象征这种，讲究练武术啊。一般呢，还搞出去拜年啊，拜嘛个都冇无聊武术去啊，冇无聊事去。你那练武术呢？一般呢这种，他都卡啊，那都想啊，你学功夫啊。学书啊，一般即系在你会卡自家学嘅。老嘅嘢，人家来到看到嘢有入武术呢，就证明嘢咧家属都有啲功夫，你自己人因为偷你啊。出名的高大师呢，也好多的不，加这个名相传外，世家也好显化的，但是实际上啊，也唔系杂杂间都定固嘅，还有一条，这条出出民间嘅，杂杂实实高徒前线。从这条嘅位置呢，我哋可以看到啊，以前的高大师生活啊，真实的一面啊。在白浦起鹅塘镇鸭子菜啊，有一位高大师，老师的人呢，喊咗叫做龙伯。前几年呢，张过波爷，该时期有百几岁了。龙伯在后生时候啊，生活困难。出我辈庙生的时候呢，功夫曾经用过来吃饱的。解放之前，这样子两兄弟你可以对他咬我用的。大王仔，王头仔，这地方好多汤地方，以前啊，讲一好穷子，实际好穷子，永远都要三分之一。